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展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，小熊强打，大赛白搭。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芝加哥小熊队28岁的右投右打外野手铃木成也 （Seiya Suzuki） 因为左腹部斜肌受伤退出日本国家代表队之后，球队立即宣布由现年30岁、来自福冈九流米市、右投左打的野手木原大成 （Taipei Makihara） 替补出战。铃木成也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参加小熊队春训打击练习时挂彩。小熊队目前对他的伤势复原并没有设定时间表。小熊队预定于3月30日下午1时20分起，在主场迎战密尔瓦基酿酒人队展开例行赛程。铃木成也本来是参加本届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日本代表队，所以中的右打强棒。他在因伤退出之后，阵容中3名外野手都是左打者。铃木成也是第4届世界棒球经典赛和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棒球队的成员，国际比赛经验丰富。木原大成身高172公分，2010年加盟福冈软银鹰队，2022年初赛120场，441打席，409打数，击出123支安打，6支全垒打，攻击指数为739，是可以在内外野都能够称职防守的工具人。他于上个球季在外野守备64场，二垒41场，三垒有18场，游击区有防守过5场的经验。日本队在本届经典赛的分组赛程将连续出战中国队和南韩队。铃木成也表示很遗憾的是，他在大赛期间只能做观众。彭广阳，2023年3月2日。